又到了一个打针的时间，而且听说是今天的打针哦，哎，好像不一样哦。就是塔介苗。那个是什么？塔介苗，等一下可以医生解释给你听。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那个打针，所以其实不是所有的医疗院所都有在打，或者是要特定的时间才有在打。OK。然后是满五个月要打。是。还好人不多哎。因为还没开始啊，我们提早到，所以我们早晚交钱。难怪，因为我怕会等很久，因为你早点来就可以省掉等待的时间，其实比较节省时间。是啊，等一下我们出去有包装的一定很多，因为他现在还没开始。那这次会不会特别痛啊？好像是会，但是还小，应该就哭一下就好了吧。之前一次打完好像也还好。那这个是？比较难受，你能不能接？Hiç merak etme, babanın annen yanında. Hatırlayın, kanal sonunda onun için de kuam iyi ya. Doğru ya. Ne demek istiyorsun? Nasıl bir yağ çıkıyor? Doğru ya, ama hala yağ çıkıyor. Doğru ya. Bakın, ben 38 yaşındayım, yağ çıkmıyor. Sen yağ çıkmıyor. Bak bakayım kameraya. Gel. Apo. 我如果把我的帽子拿下来，它真的是很像我，是很像你，你觉得呢？超像你的。好像是。嗯。它比 Akin 还更像我。好像是，如果以小时候来讲。嗯、是啊。它超像姑姑的。真的很像。因为你跟妹妹很像，那妹妹是女版的，你是男版的嘛？然后因为她是女生，所以她就比较像姑姑。真的，我妹妹是跟我差就是差不多一岁半嘛。那就是很多人，我们小时候，他们问我们是爸爸，他们说，为什么这两位是不是双胞胎？对对对，是假的。有些人在问，有些人。哦、对啊，你跟妹妹蛮像。很像吗？但妹妹就是现在比较胖。哎，妹妹会看到这支影片吗？会看到、哦。没关系，她在减肥。你忘了？在减肥好吗？你刚刚说了。她在减肥。妹妹，如果你现在看这个影片的话。你看看他说什么？没有，妹妹在减肥，妹妹很快就变，就是还是漂亮，就是很快跟你一样就变瓜子。不过她还是瓜子脸啊，对，不像我都没有瓜子脸，我脸很宽。看你有长高，你上次是63公分，我记得。你有长高，有没有？妈妈帮我固定头哦，然后往上靠，一下这边，头靠出来。65，哇，长高两公分，那我们一块这边，然后扣掉一些衣服6.9，那我们再量体温36.5，我还没突破7公斤，大了耶！有，他现在那个成长曲线开始缓和了，之前长很快，现在还没7公斤，6.9，差不多的。你看他的腿。他不是腿，这是鸡腿呀、啊！鸡腿，鸡腿有鸡腿。刚刚呢，护士小姐给我们一些资讯，这个打针呢，打完了之后，好像我们的这边呢、啊，手啊，会肿肿的吗？他们说1到2周之后，它会有一个小小红色的结痂，然后会慢慢就是稍微有点变大，然后会有点痒，但是不会发烧，然后大概是4到6个月之后。那个地方好像会溃烂，或者是变成就是会流出一些脓之类的，看个人体质。但他是说就保持清洁就好，干燥就好了，然后不要去抓它。然后等到2到3个月之后呢，它应该就会自动结痂，然后留下一个粉红色的小疤。所以现在应该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粉红色的小疤。对，我知道台湾都有啊。你没有？我也有，但是我的是很明显，台湾的是比较明显，为什么？有些人是肿肿的，那你比较胖，那没有那么胖啊。不是因为你比较胖，你比较大只，所以就一直扩张，就不明显。我乱讲。没有啊，你乱讲啊！你看我这边有啊，你看吗？你看吗？这边呢，是不是这个？哎，对啊，对啊，差不多啊。你这个，你这哪不明显？也是一块啊，一点点。对啊，可是我的是在这边呢、啊，可以看得到吗？有。这个。对，差不多啊。可以针而已嘛？对，就是针。那打基本上就只要打这针，或者没有了吗？会到小学的时候会帮你做一个检验，就是说打了这针有没有效，有效就不要再打，不要下小学再打一次。那所以
大概有多少比例会有影响？对，这个好奇。其实大概七八成都有影响，大概两三成它会就失效的。对，它就根本就没有反应，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小时候是不是小学有在打？对对对，还是以前的疫苗那么厉害？以前小时候有在云南很多。其实是差不多，就是接下来六到八天再取代一餐就好了嘛，进度差不多是这样吗？差不多 ，OK， 差不多 ，OK。所以他现在我只让他就尝尝口味试试看，这样 OK 吗？对，现在量是比较重。因为我朋友跟他说，如果大家都每天取代一餐了，我想说，因为他们吃的还蛮快，进度好快。慢一点，经常这样，经常恢复，有点瘦下来。对对对对对，有点瘦下来，抽高。动动啊，好、哦，这样就可以了。他动作力量是都有出来的，好、哦，没有关系，好，好，然后抱就可以了。刚刚医师解释完，应该这一针是说不会太会痛，因为他打一个浅层的。然后我刚刚也上了卡介疗一课，以前打完也不太知道，虽然就是比较浅层的，然后就是疫苗反应比较慢。好，那宝弟，你有没有多余的手可以出来跟他玩？敲敲这个锤子。哦，要敲这个。对，然后敲这个。然后就决定你敲的好不好，就敲。那是专门佛卡介苗用的吗？分散注意力用的。是敲他脚，不是敲你。爸爸，我们要有节奏，有声音，会有感情。节奏需要节奏吗？对，这样他才会被你吸引哦。大概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大小。好小哦。对，这样它才比较漂亮。好了好了，八号去了。变大吗？原则上就是看它育红的过程，大部分的它都是二到三天的干燥，然后就会变成红红的。哦，我知道。一点点红。那我们的是红色，对不对？那现在刚开始。我懂，就比较红了。对对对，所以想要如果它红红的、薄薄的，就记得捏在身上。就穿这样子吗？可以吗？对，这样子可以的。越避免它愈合过程，它就越安全。好，了解。啊，拿起手手手最好吃了哈。说真的，老婆是对多。现在哟，好多人。我不过再慢半个小时出门啊，不用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出门，大概就要再多等至少半个小时。真的哦。你知道叫做早起苗有虫子。现在这个成语在这里很适合，早起的鸟有虫吃。我们如果在比如说在晚二三十分钟就要等哦，接近一个小时哦，真的。你在现在才刚开始，他才刚开始看而已。如果你再晚一点，我觉得等一两个小时。有可能哦。不过今天我觉得拍的这个影片蛮有意义的，因为医生也是分享一些很多的资讯，然后。我们也是，问护士们，些他们，就解释给我们关于这个开间苗的一些重要的资料，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下次你们的孩子如果要打这个的话呢，你们现在多多少少应该知道吧？因为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开间苗是什么，虽然我也小时候就没打过，但是真的是忘记了以前的事。好了，老婆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因为都一定要打，是要按时接种预防针，是的，为了小朋友的健康嘛。对，好了，老婆辛苦了，妈妈们都是最伟大的，这是我的 ending 是不是？大道理呀、啊，妈妈们都很伟大。没有了啦，就是可以到，就是随时都可以烧嘛，因为妈妈们真的是很重要。好了。朋友们，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希望大家喜欢我的频道，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的订阅。我猜应该是再过一两个月，20万。对，可以20万，谢谢你们。年底50万，老婆你太夸张了，年底50万也希望，但是有一点难。好了，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如果喜欢的话呢，按个赞。
给我的这个影片，然后可以分享给很多的朋友，让他们也知道我的频道咯。老婆明年100万，我希望老婆的这个态度很好，很乐观。我们下次见，拜拜。